曼嘎纳学技能呗，阴影之中，噔了噔噔噔噔噔噔，重扣，打了个闪。Q 慢了，Q 得再快点，估计死了。哎呦我，点燃传送青钢影 ，A 掏，这怎么掏他没掉血呢 ？A 掏，走位，哦呦，平 A， 你亮你妈呢？你在那亮牌啊？那卡米尔的英雄线上耗血确实猛，耗不过。等我们二级了，有回血了再跟他耗吧。让他砸了吧，啊、嗯！拔破鸟接 A， 掏，再掏。我们要是能掏他本人，最好是掏他本人。打板溜，因为这样加的女神之力多，一下加六点。我们要打小兵的话呢，只能加三点，掏一下。打板溜，打那个黑暗收割。他也没多少了，也没多少蓝了。你说你来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早说你要来呀 ！A 掏走位，一上来平 A W 点燃 A 接掏，哎呀，亮牌点赞呢，大拇哥啊！我日，你仙人！再见！我掏 A， 拜拜，溜了。你来，还在这亮牌呢。俺们家凯隐都开心死了，帮我推一下，帮我推一下兵，兄弟，帮我推一波。嗯，走回家，漂亮，我的好兄弟，点赞。不得，我给他来个这个，我给他来个这个，先来一个考菲尔德战锤儿。
积木可以。螳螂上单是什么操作？螳螂上单就是螳螂上单呗。掏一下，爬爬溜一下。别着急啊，升个六。升级进化，多刺螳螂兽一走，掏一下，打不溜，平嘞，平嘞，点岩接掏，平嘞。A 接 W 溜开大招，滴滴，你不行，不进化 Q， 我打线上进化 Q 也个屁用。玩没玩过？肯定没玩过，兄弟啊。我给你科普一下，刚才这地方是不是出来个人儿？我失去耐心了，拜拜。飞我，打半溜减速，掏 A， 闪现走。我这波我就不应该回头，我就知道指定出问题。我就应该直接跑，我就是上当了。我先来个皮孩，我就是新台元，新台元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我无怨无悔，我一个人，只是这样真的挺好。平雷，好，QA 打爆了平 A， 开大 A 接掏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开大 A 接掏，皎月啊，不过是一只皎月，能擦出什么火花？那皎月，我吃个塔皮，他又能怎么样？自己中路线不要了，你有病是吧？我是不是得给你治治？我是不是得给你治治？我发现我治治你是吧？得你还回头？这边回头属实是有点狠啊！一会儿我们上线再把这蓝 buff 给他拿了啊！这波可以说是血赚。那皎月死一波，自己中路亏多少兵线？外加上路卡米尔拿到蓝 buff， 这蓝 buff 会变成我们的，完美。
他要出什么玩意儿了？他要出浪矢之牙呀？啊，不得放 QA。一过来掏 A 开 R 平 A W 接掏再 R 平 A， 长本事了小伙子，能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与我对拼，走呗。掏 A 一走 W 减速，你们有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啊，一个个的这家伙，皎月来了，皎月在中呢。爸爸妞再打吧，妞。再打吧，妞。黑天了，我有点害怕。长翅膀。打吧，妞。掏一下，打不着回血，掏接平 A， 打不着回血，起飞，这个打不着。三项了，装备出的挺快呀，这皎月呀，这皎月我给你治治，皎月也交闪现是吧，交来，他肯定有闪现，他百分之百有闪，勾引他一波啊。嗯嗯，呦操你猴子的，你还没完没了了呢。套我点烟。啥意思啊？起飞！你看我打你疼，还是你打我疼？小伙子，我给你治治来，我给你治治来，我让你狂吧！还感慨我？你打得过我吗？你啊，皎月！来一 QA 打破妞平 A， 平 A 接掏亮牌，皎月还感慨，我4300块。回家了。为了防止这皎月能把我们给秒了啊，我决定先来一个那个夜印之风。钻入他的身体。Rampage。 Enemy killing.
哪有伤害呀？他皎月呀。